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宫本白白本宫，欢迎回到白本宫的广播电台。今天呢，要来聊聊是我在外面出屋的一些小分享。那我18岁呢，因为大学的关系住在台中沙鹿，大概是4年多。对，因为我延毕的关系，之后呢，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就没有一个人住在外面，直到了现在28岁的时候搬来台南住。对，那我想要来聊聊一下，住在这两个地方跟住在家里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在我大学18岁去台中沙鹿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购物狂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动不动就很爱买一些东西这样。然后我真的买了很多日用品，然后鞋子、包包、衣服、裤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很零散的小东西。然后呢，拿回家根本也没有用到，所以就是白白的就浪费在那。对。然后呢，28岁到台南之后呢，我其实真的没有买很多东西，我通常只有买日用品，还有一些吃的喝的之外呢，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在买什么东西了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金钱观上面的不一样。但你说实质上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没有，我现在也是很有购物欲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真的只会买我真的有需求的东西。那其实不太有需求的东西，我只是网络上面看一看而已。再来呢，我想要讲的就是天气。我在台中沙鹿的时候，那时候搬去的时候是9月份，是刚开学的时候，大一的上学期。然后那时候呢，觉得台中应该没有差太多吧，因为台中市应该没有很大。然后那时候我在山区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台中是山区是蛮冷的，但是也没有冷到说哦，真的要穿到很多件衣服这样。可是呢，我那时候第一次经历了海风的冬天，哇，那真的是。从我脊椎这冷到全身那种嘎铃顺的感觉，完全没有办法制止这种冷的感觉。然后我就问我一个住在无锡的同学说："哇塞，这个海线都这么恐怖吗？"他说："会吗？我觉得山区真的比较冷呢，海风我真的都是蛮习惯的这样。"然后我就说："哇塞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海风诶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哇塞这个。"才刚开始我就已经冷到我真的是快要受不了了，然后接下来还有4年的时间，Oh my gosh，真的是很恐怖。好，那我呢怕冷也怕热，然后呢我之前当兵受训的时候在台南这边生活过一阵子，所以我想说应该还好吧，因为毕竟你有已经有尝试过，应该有体验过，应该想说那应该 OK 哦这样。然后呢我从7月搬来，现在10月份的时候，我想说。哇塞！我现在出去走路10到20分钟，我都要被台南的热好天气给热到受不了的一个地步。我说："哇塞！"之后呢，都要开始享受很漫长的夏天，这样我真的受得了吗？那就只好多喝水、多喝饮料喽。那也就这样子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天气，因为天气，冷的时候很冷，热的时候很热。我真的是，哇！好了，我在我以前我还想要出去日本留学念书，想要去澳洲打工，哇，那天气一定是比台湾的天气更恐怖。好险我没有去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又觉得天气很不好，但是我又很想搬出去，那只好习惯它啦。对，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小点。第一个就是金钱观上面的东西，就是18岁的时候很爱把家里堆得跟山一样高，但是28岁的现在呢，就是只买必需品，消耗完结束就没了。我顶多就是会买一点东西要给我朋友，或是纪念品，或者是伴手礼之类的，通常都是很短期就会送掉的。那基本上自己是不会囤太多东西这样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天气，那天气外在我没有办法改变。你要只好就是，多补充水分，或是多穿多一点去改变这样，这就是我这两次就是住外面的心得跟大家分享。对，那我是白本宫，白本宫是我，那欢迎大家下次再收听喽，拜拜。